各位卡友好啊，今天又收到粉丝寄来的一台先锋 CT-F1250， 也是先锋不错的一台机器啊，功能够强，而且非常养眼，真的非常养眼。功能四类带选择，偏磁校准，偏磁 level， REC EQ 功能也有， filter 降噪，杜比功能，监听，还有一个屏幕亮度调节，挺养眼的机器。来看看故障现象，播放快进倒退都没有反应，按键显示灯时亮时不亮，录音没有试过，调标，拆吧。机芯拆出来了，哎呀，实在不好拆，而且它的磁头线啊是焊死的，没办法插拔，就这样搞吧，那个磁头线也别动它了。机芯已经恢复，现在所有的按键没有反应，接下来解决按键的故障。机芯的控制系统已经修复，现在已经可以动作了。没问题了，早带无力的故障也已经解决，这个靠轮也已经更换，现在试试。全是杂音啊，旋钮已经修复，没有任何杂音了，波形也很干净，没有噪声。现在开始录音，测试一下现在当前状态的偏磁。现在是标准信号，这是磁带的信号。哎呀，我拧 REC level几乎不动呀，现在的录音状态实在是太差了。来看看机器的高频回放，哎呀，简直是小的可怜呀。我现在来拧磁头方位，哎，这才出来，现在的高频才标准了，没问题了。输出电瓶问题不大，主要是表头有些许误差，把它校准就可以了。好，机器的怠速也还可以， 3K 很标准。机器的偏磁校准功能彻底瘫痪，拧到高频低频这些校准灯压根就不亮。机器的偏磁校准系统已经工作了，现在开始详细调节它的偏磁校准功能。由于这台先锋的偏磁系统呀，磁头不太好了，录音磁头磨损严重，导致偏磁校准系统很困难，但是现在是可调的状态，只是录音稍微差一些。现在是低频，拧 level 它也是可调状态，只是效果稍差。机器的录音系统呀，已经校准到最佳状态了，再高一点都没办法了。主要是这个玻璃磁头呀，没办法修复呀。这都是我经过了清洗抛光以后，高频才恢复了大概5-6个分贝，已经到极限了。之前几乎就是没有高频的状态。录音系统现在高频可调，低频可调。就是它的校准系统，由于磁头高频响应不足，校准系统也是没办法校准的状态。机器已经装好，接下来咱们测试一下录音。偏磁系统是可以动作的，手动也是可调的。下面开始录歌。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？切换监听。是那圆圆的明月，明月是那长长的山泉，是那长长的山泉，是那长长的山泉，山泉。天地白